半夜三更的三更是几点？半夜三更的三更是当天的23点到第二天1点。三更又名子时，古代中国民间把夜晚分成5个时间段，首尾及3个节点用鼓打更报时，所以叫做五更、五鼓或五夜。一夜有五更，即一更、二更、三更、四更、五更。一更在戌初一刻，称黄昏，又名日夕、日暮、日晚等。二更在亥初3刻，名人定，又名订婚等。三更在子时整，名夜半，又名子夜、中夜等。四更在丑正2刻，名鸡鸣，又名荒鸡。五更在寅正4刻，称平旦，又称黎明、早晨、日旦等，是夜与日的交替之际。打更是古时汉族民间的一种夜间报时制度，由此产生了一种巡夜的职业更夫，更夫也俗称打更的。